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哋又见面咯，大家一见就发啦，好唔好啊？而家我喺圣乜教堂啊，呢个教堂咧，听讲咧有好多几百年嘅历史噶啦。咁样咧，教堂咧系我哋咧，如果系咁嚟到意大利咧，就必定咧就一定要嚟参观。咁我嚟到呢处咧，咁我一定要嚟参观啦。咁我带大家嚟睇一睇佢嘅建筑物嘅结构几醒啊，几正啊！你睇下，哇，以前嗰啲手工真系而家都未必做得到啊！所以你哋睇到冇？全部咧入到嚟咧，嗰种感觉咧系唔同嘅，系好舒服嘅。你睇下，你喺上边几靓，哇！真系我哋最高嗰度嚟睇下，哇！个天井嗰度睇唔睇到啊？啊，行埋啲，行埋啲啊！而且咧，到而家咧，都好多人咧，游客咧都嚟参观嘅喎。你睇唔睇到？醒咧！所以拍俾大家再研究一下。真係靚啊！嗰啲畫咧，畫到咧，真係以前嘅手工咧嘅手藝咧，我哋今日嘅人咧，未必咧可以即是話齋咧，可以做得到噶。而啲繪畫嘅嘢嚟講咧，喺西方國家嚟講係非常嘅流行，同埋非常有經典噶。我再大家再帶去入邊睇睇好嘛？仲有你哋睇到嘛？呢啲柱頭咧就係意大利咧最出名嘅就雲石啦，意大利雲石啊！呢啲柱頭就係雲石嚟噶啦，睇唔睇到啊？全部係雲石製造啊！你睇已經有好多年嘅風化，你睇佢嘅柱頭上邊仲係保存到好靚，但係下邊嚟講咧就風化咗啦。你睇到冇？啊！你睇已經有多少風化啦？即係起碼佢都有歷史嘅年份啦。有幾多年歷史，我冇去做功課，千祈唔好鬧我。你睇下呢嚿雲石幾大塊，睇到啦，淨係柱頭就好啦。嗱，你睇下，嗱啲柱頭，你睇下，已經睇落去就已經好多年咗啦，呢啲柱頭睇唔睇到？嗱，睇唔睇啊？哇，真係醒喎！所以講咧，你哋嚟到意大利咧，應該有好多人咧，特別型咧，就係到呢度嚟參觀嘅。咁樣我除咗工作之外咧，咁樣我都順便即係我嚟到道地咧，行一行，睇一睇，行一轉。咁樣有乜嘢咧？嗱，即係拍俾啲 fans 你哋睇一睇，大家參考一下。係咪好唔同咧？天巧嗰啲。嗰啲工藝啊，真係冇得頂啊！真係，你哋再睇睇個十字架，佢每一條柱頭、每一個景象咧，都好特色嘅。係咪越睇越靚啊？咁樣咧，如果係講冇講錯咧，有好多 fans 咧都嚟過依度當地依度參觀噶啦，依間大教堂。所以到而家人潮都係啊，日日都係咁多人噶。你我哋再睇前面再睇下。所以間聖乜教堂嚟講咧，就係非常有歷史擁有啊！嗱，前面都有説明噶啦。磚咧都已經好食香啦，有地牢嘅喎。你前面睇到一個有地牢，但係佢唔俾我哋入嘅，因為依啲封住咗啦。下邊有地牢啊，所以個地牢嚟講咧都係非常有特色嘅。但係佢冇開放啊，就拍唔到俾大家睇。但係咧依啲雲石嚟講咧，依啲原裝嘅雲石嚟嘅，依啲原裝嘅雲石啦。但係你睇下地下已經風化啦。
看不看到？已經很多年的歷史了。你看那些工藝真是沒得頂。你看看幾多人啊，你看看。所以給大家見識一下，它的規模，它的建築物真是沒得頂，沒得頂。哇，只是上面那個天仔牛已經吃香了。看看到就是那盞燈呢，油燈呢，哇真是靚，真是沒得頂。所以有機會呢，我就盡量拍一些視頻呢，就給大家去分享一下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你看我們再向前看。你哋看到個鐘樓，嗱，依個就鐘樓啦。嗱，依個咧，坦白講，佢上面就保存好靚噶，但係好可惜，右手邊呢度就已經冇咗啦，已經爛咗啦，依樹就已經爛咗啦，冇咗啦。咁我哋就帶大家再去睇一睇前面啦。幾靚啊！睇唔睇到啊？大家嗱，我哋近距離俾你睇下依盞燈啦。哇！依盞燈，依個油燈啊靚啊，依個點油燈，點俾太叔老君啊靚仔啊！依盞燈一流啊！依盞燈，所以呢啲全部都係一個古董古蹟。你看地下的地磚各有千秋啊，全部，所以呢度的地磚是啊，全部都是舊的傳統的，所以呢些花紋嚟講咧，喺意大利咧係非常非常咧係有特色啊，仲有好特別嘅嘢嘅，所以大家看到啦，我哋行去裏邊嗰度睇下，呢度啊，嚟過嚟呢度。大家看到啦，看唔睇到啊？幾靚啊！啲工藝全部是石雕的，全部都是冇得頂嘅，冇得彈嘅。我哋行過嚟依邊看下入邊幾靚，裏邊嗰度咧個燈光咧照咧就真係好靚嘅，係冇得頂嘅。而且啲燈咧，嗰啲吊燈咧，全部真係好特色啊！睇唔睇到啊？越睇越落口水咧，係咪先？我們轉過來這裡的櫃，那些是聽神父禱告的櫃來的，你們所看到的這個就是了，是的，有幾個的呢，左手邊都是有的，梵高解亭啊，我們叫做高解亭來的，所以說這些呢，你們有什麼呢，跟神父呢在這裡溝通，這樣呢一樣樣呢，如果是說你們有問題，你找到我，我都可以跟你溝通的，如果我有時間沒問題的，好不好啊？我們再向前看啊。是不是的建築物很規模呢？很靚呢？你而家穿咩衫？睇到啊！呢度有把槍喎，大佬睇唔睇到啊？呢把槍喺度喎，呢把古董嚟喎。呢把有把槍喎，點解有把槍咧？因為聖用白平眼保護佢嘅仔啊嘛，所以你哋而家喐佢嘅仔，佢咪攞槍嚇？即係喂，唔得咁做啊！講，嗰把槍就喺嗰度啦，睇唔睇到？看到沒有，所以這把槍呢看到真是流水，哇真是沒得頂。這個就是高解亭，裡面就是高解亭，近距離給你們看一看，這些全部有歷史的價值的了，這些全部
沿住咧半經咁樣。係冇錯，啱冇錯啦。咁我哋咧有咩咧？我哋入嚟呢度報價啦。裏面是咁樣嘅，啊，裏面是咁樣嘅一個高架亭啦，睇唔睇到啊？坐喺入邊，坐喺裏邊，咁而係咁嚟講啊，煮啊煮啊，補啊補，身體健康，順順利利，身體健康啦，頭先講咗啦，啊，濕咗時時，咁咧，如果你有咩胃屈咧，你哋都可以喺高架亭咧同神父講嘅喎，所以講咧，如果係講咧，高架亭嚟講咧。就一定要尊重神父嘅，要記得嗱，呢度佢哋點蠟燭啦。點蠟燭許願啦。嗱，呢個高架亭啊，連續都有兩三個喺度啊，一個有十幾個噶啦，頭先睇到噶啦，嗱，係嘛？所以是不是很規模呢？是不是很漂亮呢？看到呢有一個十字架的燈幾正啊！看看哇你看看幾靚真的。因為呢你看 video 是一個普通的看到，如果在現場來講，你們有機會來到現場這裡不不忘呢，即是我去過園，在教堂就去一個園，那你就去什麼園就要看你自己了。其實我自己都未去到園那我要走回過去許願啊！我要啊，咁樣我要行一行翻轉頭咧。其實你講我哋企樹都得啊，一定要喺中間嘅喎。咁啊，許願之中咧，除咗幫我自己許願咧，咁啊最緊要身體健康先啦。咁啊第二咧，就幫你哋大家許願，希望祝福你哋大家咧身壯力健，心想事成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我哋行前面睇一睇啦，就咁多先啦，好嘛？我再前面睇一睇先。咁我今日咧就拍到呢度為止啦，所以俾大家知道一下啦，好嘛 ？OK， 拜拜。This is a D small check.